Leo 聊世界，天天都更新。大家好，我是 Leo， 今天来看朝鲜人对上葡萄牙人这场比赛是漫游战士杯二的游牧地图哦。先来看一下 Hera 选择的威名是葡萄牙人。葡萄牙人的特色呢是他的火枪跟火炮可以获得弹道学的效果，只要点一下金冠火神枪，而且他的所有的黄金兵哦都是八折。所以在打游牧地图需要各种情况应对的时候，八折黄金的单位就会相当好用。那葡萄牙人呢，他还有港湾大商战，如果打一个速递王的打流程，他可以打无限资源战术，非常的可怕，但是这个战术非常少见，所以也不太实用，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无限资源的战术玩法。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朝鲜人这边特色，是挖石头速度很快，而且建塔的射程是射程最远的文明。可以看到这边翼城技术点下，射程可以高达13点，连这个工程师火炮都扛不住哦。那朝鲜人的打法比较偏向工兵路线哦，他有免费的工兵铠甲，而且马战车非常麻烦哦，在游牧中是一个很难打的文明。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会怎么打游牧吧。那目前看到葡萄牙对朝鲜，那我会觉得朝鲜的优势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葡萄牙在泛用性跟全面来看的话又比朝鲜人更好，所以这边我觉得朝鲜还是要多靠自己的箭塔打出优势来才会比较好拿下这场比赛，但是他的对手世界冠军 Hera， 所以又不好说了。整体看起来 Hera 要拿下比赛应该是轻轻松松，但我不知道这场的发展是如何，只是觉得这个葡萄牙人对朝鲜的对决应该是蛮有趣的，又是游牧。好，那来看一下这里 Viper、不是 Viper， Hera Hera 这边是四个人伐木了。那正常来说呢，开局一村要去盖这个马蜂开始捕鱼。好，那这边赶快捕到五个人伐木，可以按下第一艘渔船之后第二艘渔船继续按。好，看一下 Hera 这边的经济配置，来到了五个人伐木了，只要不断村了就可以多一点人伐木，然后再把这个肉给拉起来。好，我们可以看到细节上的处理， Hera 这边还是比对手好很多哦。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多了一艘的渔船，这个渔船的累加经济就会差很多了，只能说顶尖高手们的细节比一般的选手做的还要再更好更好一些哦。好， Hera 有看到吗？左边这里有个码头，没有发现到。好，那现在用这个绵羊去探路啊，世纪帝国的羊都会比较过劳一点，不是要探路就是要等被吃。那朝鲜这边已经拉了一只村民到处找 Hera， 这边应该看起来是要打封建塔攻了，看起来就是我要赶快找到你，不然我等等怎么插塔，但是依旧没有看到这里，完全路过哎，这个有点尴尬了。朝鲜本来是想要打一个前期侦察塔攻，找到了，好，这边有看到绵羊消失了，就发现是在这里了。好，那目前看到对手在左边的位置，朝鲜人要赶快过去打吗？如果要的话要赶快拉个3到4村去插塔，但看起来是没有，看是要走海战继续捕鱼，突然走经济流。21匹升封建， Hera 这边是22匹，捕到了8个渔船，打最浓的那种。哇，这个直接直城， Hera 是不是要走直城，不打封建海战，所以按到8个渔船。好，直城上去，补了一个兵工厂房子。OK， 那朝鲜这边也是要打直城，两边都是要打直城。朝鲜人这边打直城对上葡萄人，还是要走马战车吧？赶快来挖石头啊，挖石头。那黑拉这边就很轻松了，只要按下僧侣，神圣思想就行。那葡萄人的僧侣呢，还是比较便宜的，一只只要80块钱，八折优惠就是舒服。
好，那这个油墨居然不是连贯性的，这边就是居然是一个窄口死路了。好，这边开始出战船，朝鲜这边看到了，码头盖好，但是来不及。黑罗打得很保守，并没有搞出一些奇怪的战术，打得非常的稳定。好，朝鲜这边升到了城堡时代，点下了一级伐木。Hera 点下了弩炮战船二级伐木，经济是正常开局。好，这个码头应该是要被烧掉了，结果直接出龟甲战船。那龟甲船在这次的改版里面哦，有让它的移动速度增加了，不会像以前这么的缓慢哦，所以在实战中可能会有机会要比较常看到这个龟甲战船了。好，但龟甲战船准备要被打出来，看一下Hera怎么处理。好，龟甲船出来，不开炮，直接要被火战船给烧烂，打了一炮 ，OK， 被搞定了。Hera 这边直接烧掉对方的码头。那现在对手的码头是有两个，但是渔船的部分并没有很多。好，这边用了一只村民过来看一下。原来你家在这啊。好，这边是不是想要插宝呢？现在朝鲜人这边买卖一波，买了100的食物，看来是有点小小断村。好，这边村民走到人家 TC 里面想要插哨站，结果 Hera 这边直接收村，射死。怎么射的有点歪呢？走谁的？好，射不到了。最后还是射到了，下面还有个 TC。好，拉了上亿人要来插宝，来看一下朝鲜人这边插宝能不能成功插得出来优势。好，我来看一下他的视角，下面这个视角并没有看到下面这个城镇中心哦，所以他的目标应该是插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他最好的插塔选项哦。但他这边是插了一根普通的防御箭塔而已，结果那个防御箭塔还没有升射程，根本打不到，根本没有看到这根箭塔的存在。好，果然是选择了要在这边插城堡，后面这个地方还有个洞可以溜过去，但是 Hera 拉了很多村民过来做个处理，那这个村民实在是太多了，应该会敲得很快。 Hera 这一波应该是没有办法阻止对方把城堡建立起来。哇，这个插起来之后直接两根堡，两个 TC 都可以拔得掉啊。好， Hera 这边村民继续在输出，来到了92%、97%、100%，收村。Hera 这边直接城堡盖起来，两个 TC 没了。好，而且还没有点织布。这个太偷了，太偷了。这个织布偷的有点凶哦。好， Hera 这边两个城镇中心被压制住，好难受。那现在直接去对手补城镇中心，那朝鲜者是会赶快按马战车出来，那这边僧侣要赶快早点出。好，我直接在脸上插宝啊，插这个箭塔，完全无视城镇中心，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哇，当 Hera 是受嘎，结果被人家的城镇东西吃到头破血流。Hera 现在有点尴尬，虽然村民很多，但是对方有点麻烦。好，这里着想一下，马战车自低。好， Hera 这边海战要全部拿下了。但这边对手朝鲜人还是有按一个龟甲战船出来骚扰。好，但这边海域已经要被烧光了。好，生物捡出来放下，造成不到拉走。这里补了一个修道院，要来招降村民吗？但是马战车回来防守咯。马战车现在遇到僧侣很尴尬，怎么办呢？
Hera 这边可能要再补一个修道院哦，双修道院才有可能维持得住这个产能哈。好，这里要赶快继续按僧侣，基本上家里的僧侣不太需要停，就赶快继续按，然后就要去前压对方的马战车哦，也是 OK 的。不然这里啊，你要没有双修道院的话，你其实很难去防守得住对方的马战车的压制的。而且对方又是自带工兵铠甲，远防四五点啊，所以他根本不怕城镇中心的伤害啊，城镇中心就也是五点伤害啊，怎么打都是一滴。好，朝鲜这边盖了两根箭塔，想要控制这边经济。哎，后面这个箭塔能盖得起来吗？这里围一下。好，直接关北兽，招降后面马战车，转招，漂亮，用马战车来射自己的村民，搞定了。这一波招降到了对方的马战车，还可以捡一个圣物，但是这个圣物捡得回去吗？有箭塔，还有马战车冲进来了。哎呀，这边要收村，好收进去。好，现在僧侣的部分在家里防守，并没有直接出来啊。三只僧侣在家里继续守着，家里这边补了一个新的码头。城镇中心要把僧侣放出来招降吗？里面僧侣还在，好拉回家。对对对对，这边这边这边僧侣可以放。Hera 有要救马战车吗？没有打算要救，哇，就你太慢看到了。僧侣放出来，结果要被打，哦，好危险，好危险。好，这边放到后面，僧侣拉过来，偷偷放进去，活得下来吗？直接被射死。好，在野外补了一个采矿地，但是好像有看到这个箭塔的视野很广哦。好，补一个城堡，结果被马战车抓包。三只僧侣赶快过来。葡萄人 Hera 现在是僧侣防守当中，村民数领村非常多，手撕防御箭塔，36村对上94村，不知道是对方的三倍村民了。这个村民数赢得有点多。好，僧侣防守继续夹紧。哇， Hera 的风格真的是完全走了一个防守反击流，超级防守反击啊，没什么出兵啊，只用僧侣，然后开 TC 越浓越多，好，防守反击流。好，那马战车现在有点麻烦，匈人现在不是匈人，葡萄人现在是直接盖城堡盖在脸上。好，红箭塔射村民射的有点快哦， Hera 这边赶快把残血的村民拉回去城镇中心里面补血一下，不然可能要损失有点多村民咯。好，稍微走斜的，好，结果还是被射到，有点麻烦，直接在脸上盖。好，这个城堡盖起来，结果马战车直冲后方。 Hera 这边村民数下降的有点多，三只僧侣硬招。好，后面的村民赶快收走，再补一个修道院吗？诶，补了一个军营。好，这里可以按风琴炮，或者是这里要转冲车吗？还是要挖更多的石头？哦，全部挖石头。好，这里马战车给到 Hero 到非常大的压力，怎么办？这里人场四五个人，村民数开始慢慢减少，朝鲜开始在吃村民了，村民把费。好，修道院里面僧侣没有再按了，现在停下了一级射。 Hera 的村民数还是领先，朝鲜这边分数落后了1500分啊，看起来朝鲜好像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但实际上村民还是落后了一倍。好，这边继续深插箭塔。 Hera 并没有打算按风琴炮，但僧侣也是且按且珍惜，并没有一直按啊。哦，结果僧侣家里被剪掉，这里直接补一根城堡。好， Hera 点出了战矛兵，想用战矛反击马战车。好， Hera 这边补了一根城堡在后方，
现在帝王时代很难上，维菲拉有点要动真格了，开始转战毛兵。朝鲜马战车走进来，被点掉了一台，后面再补了一个箭塔，马战车开始往前给压力，在毛兵稍微打一下，还在往前走，但是马战车的数量掉得有点快，朝鲜人这一波可能会死光哦。哇，黑马这边操作秀得很好啊，躲掉了非常多的马战车的伤害，但是马战车这边还是硬扛着战矛兵的伤害，持续想要骚扰当中，结果前面直接补了一根城堡。哇，这样子还能打吗？马战车的数量越来越少，现在两个箭塔建起来，哎，结果这个不是补城堡，是补了一个四甲。好，用战矛兵直接逼退了马战车在家里的骚扰。哇，结果朝鲜这边死了一堆村民，死了11村友了，城堡成功拿下，大量村民。好，右边重新补了一些农田，马战车这边又看到了，但是怎么办，这里还是有战矛兵。好，补了一根城堡的下方，现在马战车没有办法做到太多的事情。好，这边朝鲜打出了 GG， 我们恭喜 Hera 拿下比赛胜利。哇，只靠防守反击就拿下了对手，对方越进攻越亏啊，并没有办法赚到更多的甜头，而且经济节奏实在是太差了。Hera 只出了一些战矛兵跟僧侣就拿下了朝鲜了。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下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各位拜拜。